带着鼎地业工会供奉一尊妈祖，上团就是早期渡海来台地公甲地商祈求渡海平安所拜，因为甲地有关系，也被称为地高妈祖。俗语讲，水脉无地比，爱着甲惨死。千年鱼精甲地高妈祖斗法，鱼精被困在囡仔身躯底，逐工烦恼去用发现伊是鱼精。十年后，鱼精变作人人追求的水查某，也偏偏啊，伊所爱是甲伊做伙大的阿兄。后来阿兄也着杀身自缚，伊所愿意暴露鱼精身份来解救伊。这段忍鱼之恋，敢会有结果呢？今仔日四刷台湾，就要来讲一段忍鱼相恋的故事。兴风作浪鱼精恋，富人海棠难脱身。地方团圆天有意，令我中湾垂至亲。杀父之仇犹未解，兄弟相残不能解。舍身救人才知爱，忍鱼精言归大海。请收看今仔日的四刷台湾，地高妈祖。老大，少年的，将这地号放伫分歧的人的嘴内底，安尼伊自然就会清醒啊。人咧，敢讲那位妇人，就是地高妈祖化作人形来救起大家。大稻埕是过去台湾地号买卖主要的所在，地商所组成的团体被称为地高。大稻埕的地工、地师甲地商渡海安全都交予妈祖婆啊，所以守护这个所在妈祖婆都被称为地高妈祖。这天做地师傅刘三郎甲地工叶冠良，地码头伫搬地号。不过最近鱼精作怪谣言，不过大家咧人心惊的吓咧。听讲这最近哦，有鱼精咧作怪，大家手甲咩抓咧吼？搬搬去离开这所在。阿姐。嗯。阿爸，你就是你。三郎兄，我来一边点火。安尼较麻烦你啊。没啦。爸，你看这盆花菜有水无？哦。真水啦。啊，阿爸吼足无用的，啊我唔是甲你交代过啊，这所在吼随时会有鱼精出现的，你搁死去也袂走，紧等伊。是。阿爸。阿哪？遐是不是破箱子？你讲是啥物鱼精啊？囡仔人有伊无嘴，嘛袂讲啦。我无袂讲，阿爸你家己看。我跟你讲，这门帽啊，我你扎得，紧的，紧走，紧走，阿娘，看你要安怎走。鱼精，有我在此，不得作孽。我只不过是你威胁我的性命，你是凭什么阻挡我？你去收人的精气，已经违背天理。我袂用咧无管，劝你向死，不得搁扰乱人心，危害百姓。不管安怎讲，我拢是修炼千年的老鱼精，无可能因为你几句话。来改变我的原则。既然你讲不听，就莫怪我对你无客气。妈祖婆，我叫罗阿太，
今仔日是阮阿爸要回来的日子，请保庇阮阿爸回航顺利，平安回来。感谢妈祖保。我今仔日专工泡一杯茶，要来给你饮。有人动我的筋心，我要赶紧回去。哎呦，夭壽哦！你这个囡仔人是咧创啥啦？奈当凊彩甲妈祖婆烫衫？我不是故意啦，我只是……卖吵啦，去边啊！妈祖婆，阿囡仔人哦，较唔捌代志，希望你唔通生气哈。一定是做茶的秘籍。阿廖，你替我跑要创啊？因为行李，哎你，一本簿内底有你同门的配方甲技术，只要我甲学起来，加上我家己的功夫，我绝对变作独一无二的炒茶师傅。不是啦，你不好是点咪？已经到我的手啊，哪有可能害你？困懵困，免迷茫，你赢我啦！这条路是你家己找的，卖怪我。爸！啊！你好，你好。你有人卖拐哦！海内面无落鱼仔的妖气，莫非？已经上岸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将计就计，在海上设下结界，予伊活到搁在海中作怪。落鱼精，你好好啊反省，借这个劫数，予你重新做人。老三郎一家伙啊！虽然劫数难逃，也毋过因果自有报应。我会当斗三工的，只有安尼。老高啊！安娜。老高，你看，你看遐。迄敢若多一个人呢？啊，边还佫一个囡仔。来看觅，行。紧来，看觅，紧。哎，少年，少年啊，少年！拜托姐，救我啊！好心。俗语讲偷脸偷尖一世人欠，鱼仔作怪，何叶冠娘有机会抬死老三郎。这两家人甲鱼仔命运到底安怎发展呢？哦，好卡塞，也够有咧穿去。哦，别动，老妹，今仔是什么事情，还去拄着这款大事啦？阿虎啊，我看吼，这个囡仔吼一定是敢若有缘，啊无哦，咱嘛无囡仔，咱甲找当来饲好不好？好嘞，好。好。哦，无咱好人做到底啦吼，咱恁先找一个所在吼，甲这大人先带起来吼，免让伊倒只碰日头啦吼。看起来三郎迄家伙也失踪去，
大家拢当作是去予鱼精掠去，甲我一点仔无牵连。尤其即摆币金已经到手，阮叶家都要油洗洗了。那是阿弟啊，为人阿婆。叶冠良为了做地秘籍，害死老三郎，想要到所提到的却是阿弟啊，为红阿婆啊，伊真唔甘愿啊。这个时阵，因某提起讲要来收养三郎的大汉后生阿泰。叶冠良想讲，之前的都已经死啊，就家族秘将阿泰甲留伫身躯边，未来要好好啊个利用。另外一方面，被地沟妈祖拍到伤的鱼精，却因为结界无法倒转去海里。刚刚妈祖娘娘。真是无我回去大海啊！鱼精元气大伤，阁无路回去海底，鱼无水哪会活啊呢？伊身躯沓沓脱水，水要无命啊！这个时阵，阿泰却走来到海港口。阿爸。先生，阿姐，你为什么要阻挡我？庙的人讲，拢是因为我大主大义，想要替妈祖保外甥，才会让妈祖保失去法力，无法度保护大家。阿爸甲小弟才会失去性命，拢是我害的，我无命活在这个世间。阿泰，啊无你要叫阿静安目睭金金看你自杀是无？阿姐，我是真想阮阿爸甲阿弟啊。你搁较安那想因，嘛免安尼想袂开，糟蹋你家己的性命。这个查甫人咱真哩袂识，我想起来，伊就是昨昏甲刀仔等下水底害我受伤，害我今嘛只剩一分半片，敢害我变作安尼，我就要甲你做伙死。阿爸！你啊！你啊！阿泰，紧去叫大夫。好。阿姐，米药醒啊！米药，阿弟，米药醒啊！这是哪？哎呦，米药，你有倒去无爽快？还是倒去会疼无？啊？我来走入来这个囡仔身上，感觉，哎呀啦，我无法度出来。米药，你是安怎啦？身躯一直安尼荡来荡去，恁阿爸咧甲你讲话，恁阿拢袂应话。在我未脱离夹米药身躯之前，我看我的身家做因的乖查某囝。阿爸，我无爽快，只是我巴肚照枵的。阿母，我想要食物件。好，囡仔，走，上好，你坐倒来食。米药，阿爸来鸡鸭呀，吼，买你上爱食，糕啊，甲椒来一糖，好。阿泰，卖个吵，卖个吵。鱼精被困在米药身躯底，无法度出来，只有乖乖做叶冠良的查某囝。虽然伊正唔甘愿，不过这是为活命方法。变作凡人的鱼精，嘛是需要水，所以逐工拢爱浸在水底。这种感觉是真有够好诶！我实在足怀念较早伫咧水内面游来游去的感觉。不是妈祖娘娘对我施展法术，让我无法度回去大海，变到今麦安尼，嘛袂变成凡人。无法术，嘛无法度搁修炼啊！哎呀，鱼鳞豆豆对脚，洗对身躯来啊！我一定要紧想办法，袂当让叶冠良发现。鱼精早就无法力啦，是变作红甘身躯顶的鱼鳞呢。叶冠良今日发现七十多年的查某囝竟然不是人。米乔啊，米乔啊，阿爸哦，朋友啊，要来给你啉啊，紧出来。
去啊！阿爸，你哪个怎样会发癫呐？我唔是跟你讲过，莫在受苦。唉，为着我宝贝查囡仔的身体，我更加辛苦嘛，记得。阿爸，就算讲我无食药啊，身体嘛真好啊，是你一直把我当作是病人。哎呦，你煞去又袂记哩！自做囡仔有一摆，你去昏去了，身体就变正衣。阿爸唔只烦恼你的健康，你千万都唔通像恁阿母安尼，小病无注意，大病了甲放咧做伊去呢。都忍耐。那呢，你先扛下啦，我等下再忍。药啊，都爱趁少啉，唔只有效。来，啉。哎呦，你先扛下啦，我等下一定啉。好咯，无你嘛先啉两嘴呀。阿爸。哎呀，你看啦，我拄则不是跟你讲等下才啉。真正要甲恁憋气死。阿泰，阿泰，来啦！阿姐，什么代志？药啊！又搁车倒去哦！人的皮肤哦，真正袂堪要浸水啦，浸一时啊，就拢了去啊。好在才有这海带，会当让我的皮肤骨溜骨溜。你啊，你啊，你看，我咋先来给你？鱼啊！我知影，老规矩。嗯。是讲，你啊。你这个爱吃青丝的坏习惯，什么时阵才会改？会好嘛，未完全啊。对啦，你刚好把这件代志跟我阿爸讲。哼，这个秘密我已经替你保守这么多年啊，哪有可能等到这个时阵才跟阿叔讲？我是真信任你哦。我吃饱。哦。好啦，爱食药啊，我知啦。嗯。念完啦。嗯。阿泰，我有一件代志想要拜托你。什么代志？你敢会当去跟阮爸讲，叫伊莫阁转药啊，因为这药啊根本就无效。袂啊。这几年我感觉你的气色是愈来愈好啊，啊，这个安尼做嘛是为着你好啊。你这个戆大呆，我的气色会好，是因为食青鱼仔的关系，甲这保佑根本一点仔关系都拢无。阿泰，你敢明个偷偷带我走，去倒位拢用的。你的意思是，咱两个小撮走？是啊。哎呦，你嘛知影。我身躯生鱼鳞这件代志，若是去予大家知影，一定去予因当作是怪物的，尤其是迄个爷，若是去予阮爸知影，就害啊！阿姐是你的阿爸呢，万一因若真正知影，我相信阿姐一定会保护你的啦。哎呦，你唔捌啦，伊是一个大歹人诶，连个亲兄弟拢会出卖，所以我唔只爱你带我走。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？敢讲你知影啥物代志？嗯。阿都，哎呀，说煞去啦！甲你讲，你也听无？重点呐，是你有要带我走。美玉一定是细汉的时阵去予鱼仔耍着，才会安尼讲。美玉，美玉，美玉，阿姐叫你啦。要叫就去叫啊！你啊，你。
无啊？美哥，啊，恁阿爸安尼话，甲讲要骚声，你也唔敢应一下声，你是向阳臭味人呢？你无看到我咧甲阿太斗相共哦？嗯，哎，无阿太啊？啊？是谁叫你和美瑶做迄个工作？啊？美瑶啊，阿爸哦，有买一寡点心转来，你要来得吃点心。好不啊，我要甲阿太斗相共。美瑶，你是咪去啊？好好好好好。美瑶啊，若要甲你斗相共，你就互伊甲你斗相共。但是我甲你警告哦。你敢若会用甲美瑶当作是敢若家己的小妹共款了？啊那无啊，恁两个常常咧口头甲相念，莫讲恁无乌白来了，外口的人看了嘛会讲话。阿姐，我知影。阿良啊，阿良啊，哎、欸，王啊，你要爱好茶，我已经找到啊。嗯，你逐摆嘛好茶，好好好好，到尾啊拢变好尔普通。这届绝对赞。嗯。阿太。卡等下，你即泡茶吼，替阿叔泡者。我甲王姐有代志要出去。哦，啊茶替阿唔是啊，是要上去倒。唔爱。啊内行人讲，迄个外行话，啥物时间啊，搁咧饮茶，还水两杯。阿太，你敢唔爱搁考虑一下，从阿早。哎呦，美玉啊，对早起到即马，你踮咧我身躯边缀前缀后，你先去休困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泡茶你啉。真香诶，这茶真好啉呢，阿太。阿太，阿太，你是咧想啥？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，阮阿爸常常泡伊做的茶，给我甲阮小弟啉。有一遍。我甲阮小弟嘛想要泡茶，互阮阿爸啉。结果阮小弟无细里去，有烧水烫着。从此以后，伊心情就留一个疤伫个，无可能。这泡茶芳味还佫有后韵，只有阮阿爸才做会出，绝对无第二个人有法度做。奇怪，敢会是恁阿爸佮恁小弟无死啊？假使讲阮阿爸甲阮小弟若无死，伊应该转来找我。有可能这几年发生代志，所以才无来找你啊。啊，不过天灾这么大，我是要去倒边找伊呢。阿太，我拄才有看到迄包茶米顶面有茶行的名呢，你会当去遐找看卖？就是三郎的手落地嘛。阿姐，是的，我无多等你回来，才跟你讲。我先在大稻埕找我阿爸甲小弟啊。三郎无死，哎呀！闹三郎甲阿太见面，代志就变啊！阿太伫赶路的途中拄到喜正，未放心的伊家己一个人，都将伊带伫身躯边啊。那这个时阵，叶冠良嘛赶要去大稻埕来阻止三郎甲阿太见面。
对了，李总，啊，你莫别乱走，我先来问路吼。大哥，嘿，歹势吼，甲你借问一下，杨氏地庄要安怎行哈？我唔知影哦，你唔知哦？嘿，多谢哈。李总，阿太，你看这个头有水无？你买好阿无？嗯。大哥，大哥，把这个头奖包起来，我要送了。阿福啊，俺金富钱。是少爷，这位美丽小姐，这个头奖我是给你送的。我不爱，不是阿太要给我的，我拢不爱。尤其是啊，我最讨厌你这种靠自己有钱就要欺负人的。哎呦，就算讲我真介意这个头奖哦，也不过我嘛会看是啥物人送的。是讲我这么好意送你物件，啊你唔接受就中毒煞，啊还佫安尼甲我骂，歹势啦！这位少爷，你美容吼无迄个意思啦，啊伊无歹意啦吼，无歹意。安尼我看敢有真故意？无啦无啦无啦。哈，阿太，咱莫插鼻，咱继续忙咯。哼，行。哎，小等者。想拄只大家有淡薄误会啦。啊，不过吼，我是一个有修养、还佫故意的人，绝对袂和你计较啦。啊，我知影讲你要问路，你迄个所在吼，我知影，我甲恁报路吼，安怎行会较紧吼。你按这条街吼一直行，啊，你看一个双车路口吼，你要行正边，吼，啊，你佫行吼，你会拄到一个大树啊，看大树啊时，你要佫倒边外过吼，佫继续行，啊，看一个溪啊吼，你要正边行过吼，一直行就到。安尼简单无？简单，简单。多谢你哈。啊，别别别别别。不要。重点啊！少爷，迄条路唔是要去？你哪有确定是这条路啊？我哪会感觉怪怪？你看，都大雾的，我头一个路感觉看袂清楚，我就惊的啦。应该是这条无唔对啦。那个公主讲，这条是小路，真紧就要到杨氏地庄。你若是会惊哦，阿伯保护你啊。但是你对我上好，这是我应该做的啦。当年因为伊家，我失去我的阿爸，还有我的小弟，所以即马无论如何，就算讲我用性命保护你，我嘛无愿意搁失去你这小命。我才不做你的小妹。好啦好啦，不是小妹，不是小妹，咱紧赶路吼。阿太，阿太，阿太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无声。原来吴明是这个王牌是三郎的，但是伊要如何化台，知我凶手是叶冠良呢？含死唔走到门，迄自从我向看风水以来吼，迄头一面倒了，啥物钱无够，啊提一支啥物，沟通地沟讲要互我斗啦，无够意思物啊，我一罐是啥？出来！你看到我？我若看袂到你吼，我天生使即双伊包起啊啦。对了，我问你。啊！你一只鬼啊！啊！唔去恁投胎，留去凡间要创啊？要害人哦！无啦，我无要害人啦。这，哎呦，这讲起来吼，话头长啦，我用笔会较紧啦。跳落去，代志就是安尼，爽。别讲，这跟我哪有关系啊？对啦，是跟天神煞你无关系。我是想讲，敢会通请你甲我斗三工？你要爱我甲你斗三工哦？
我跟你讲，我这人哦。这我了解啦，我了解啦。迄钱哦，我甲叫阮后生给你啦。阮后生哦，即摆是好爷人个少爷咧，你唔免惊收无钱啦。你讲你后生是好爷人个少爷哦，为了这生意好爷人哦，就算我爱玩了，我嘛甲你斗相共啊。安尼哦，哦，安尼咱就讲定哦。是讲田先生啊，你要安怎带我离开这个所在？你等，我收到啊，就是这個。有人进来无？李相啊，你唔知我心人啊？我讲给你听啦，你敢要听顶港有名声、下港上出名的天星师，迄收妖掠鬼、看风水一流的，就是我本人王天星。你这个变身啊，只是要骗钱而已。我唔爱甲你这下家丑人讲话啦，叫你写下出来，我是照时间咧算钱的啦。完了，全写下出来，写下来。差钱，哎。请问这位导师，你今日来阮家，唔知有啥物代志？是安尼啦。这杨少爷吼，因老爸老三郎啊，即卖即个地库内底啦，爱爱我吼，替办一张法会，替超度，互伊紧投胎啦。啊，无今仔是咧起痟呢啊！是讲该请教一下吼，唔知你贵姓？我姓王啦。哦，我姓杨啦。啊，恁两个有啥物关系无？无关系咧。啊，你就对啊！真正是乌白来，真假？该挂出去。哦，无啦，哎，上去，上去，唔笑啦！笑。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！啊，无大无小，叫我找你个什么后生，好叫我看。听伊个讲法，敢若熟悉我个阿爸老三郎。啊，那安尼，迄个林杰毋就是我个小弟？想要查验是毋是你个小弟，用去证明看卖啊。证明？迄个臭道士哦，是有够超过个啦！啊，纠缠阿爸，啊，搁你安尼生气，哼！迄个道士无讲袂使。我的阿爸就是老三郎，你真有可能就是我的小弟。啊无啊，今仔嘛什么情形？啊，拄着走一个臭道士，啊，怎么搁来一个？啊，善姐，刚刚你是来骗钱的？不是啦，可能是因为阮今仔日经过蒙阿婆，去互刷到，唔才黑白讲话，请杨夫人唔通见怪。经过蒙阿婆，啊，迄条路唔是早就封开啊？恁来行我也过。杨夫人，因为阮今日伫个街仔路去拄到故意的杨少爷，是伊甲阮暴露的啦。啊，阮本来想讲要来遮看有曼地工通做无。哦，歹势啦，阮林杰吼较急啦。恁讲恁想要来遮做曼地工，啊无我看恁着暂时先住落来。杨夫人，多谢你。哎，人啊衰哦，迄种果就生菜贵啦。哎，但我即摆金主阁无去啊，要安怎？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害我的啦。田先生，你先帮我出来啦。哦。哎，田先生，是的啦。我袂记得甲你讲哦，阮后生年纪已经失去记忆啊，所以你甲伊讲我会想，伊毋只毋知影。哦，啊！莫怪你在世的时阵做人衰，啊，即要做鬼吼，我也是衰啦。啊，这么重要代志，啊，谁也唔直接甲我讲。好啦好啦，卖生气，卖生气啦。我看吼，这点钱我赚袂到啦，你得请别人啦。哎，别，小等下啦。哎呦，天星师啊，卖安尼啦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唔是钱对不起你呢。咱有话吼，好好参详，好好参详啊。啊，我看免啥参详啦。但你老师已经失去记忆啊呢，你这老爸我比无认啦。啊，田先生，你过会当去找我另外一个后生老阿太啊？啊？你还有另外一个后生？嗯？俗语讲做鸡爱请，做人爱饼。田先生若是找了阿太，虚假的身份，感觉阁是一个秘密呢。
什么代志啦？我这声啊。这哦，做题秘笈。妹，这声咱到位哦，要闪着真路哦。不要。嘿。哎呦，你真是我的福气哦。真好，真好。乐辉，阿泰甲林杰有啥物关系？林杰啊，美儿小姐，你看这，还有这地，拢是我特别为你传的呢。阿公，我阁替你传点心，你想不都会要的？袂啦，杨少爷，多谢你。你若叫我游少爷，啊叫我安尼这么轻松，以后吼，你就叫我林杰就好，吼。嗯，林杰。对，就是安尼。哦，少爷，你当时变到这么温柔体贴。林杰啊，恁家的脚手人是糟糕差的呢。好啊。是。哎，还是讲，唔知迄个善车工啊，甲你是甚物关系？是啥物啦？安怎样？啊，无啦，无啦。是啥物着？那呢哦，我着必要着无错个。趁这个时阵哦，我去想一个办法，予伊哦，甲衫脱落来。不要啊！我进来也受不了，不要进来了。啊，米哥，你真正是甲天公照打，无讲无打，甲米哥带来做你走，敢唔免拍一下招呼就行？阿姐，是的啦，是我先忘记要找我的新人，才无甲你讲一声，习惯唔对。哎呦，阿爸，阿太无动有啥物代志，你莫甲骂啦。你听，我才要讲你，你一个查某囡仔人，对查甫人相处走，你唔惊人讲硬话，你嘛甲恁爸面子小顾咧。把我看看对我转啊，阿姐，袂用的啦。啥那袂用？既然甲找无恁老爸，啊，你要共留咧杨家话说啊？阿姐，请你我留落来啦。今仔日杨家变到这么有钱，我伫咧想，应该是跟阮阿爸迄本做地秘笈有关系。所以我想要留落来，调查好清楚，看当年杨家跟阮阿爸是毋是有啥物关联。想袂到，当初无到手的秘笈，竟然阁出现了。即个一定要把握机会，将秘笈摕到手。阿姐，我拜托你啦。你起来，恁阿爸当初就是去予渔家害死。这个做茶的技术是安怎会甲杨家这么啊参详？有可能渔家甲杨家无关的，这你要调查好清楚。爱小心，有听无？我知影。阿姐，这边吼，因为是我一时的冲动。差一点害了家己，还佫美容，习惯唔好，请一家事。阿静嘛唔是遮尔啊无讲情的人啦，只要你事先甲我秃头，大好参详嘛，对唔？多谢阿静。叶冠良发现秘笈在杨家，都决定要先去拜访杨夫人了。一条工讲杨家的茶，甲老家祖传的茶气味同款，
想要问出尤家做地技术是为倒何来？杨夫人知叶冠良要爱是本秘籍，但是烦恼的是人格人做几种的代志，心内哩二苍苍，所以只有甲偏讲人无啥爽快，想要入去休困一下。阿太，阿姐有一个想法，你参考看卖，但是爱冒一点仔风险。阿姐，只要是方法，我拢愿意试。那我就将恁老爸迄本做地秘籍摕到手，就用证明讲林杰是不是你的小弟。好，我一定一个。林杰少爷，恁阿爸老三郎叫我来找你啦。无啊，阿呆你插到就即摆是安那？迄天早来阮家乱乱无搞，即摆直接找来第一项也好。我看你真正是偷飞。等，我未记甲你讲。阿爸讲哦，你是去基地，未记有一个阿爸叫三郎啊。吼，啊你即马意思就是讲，我有两个阿爸，啊阮老母偷去遐咯。阿爸，再来拍。是，你若不相信哦，我叫吼阿爸三郎出来。真正歹人搞笑人，我甲你讲一摆哦。阮阿爸号做游天哦，啊不过伊早就死啊。你若讲话咧三个不讲，我三脚穿头。三郎，你准喊一些保镖卡这个。德哥，哪会飞啊？有鬼啊！鬼啊！看你外头走啊！哇，啊你是咧吵啥？你，你这臭东西！阿华，该哦，你还记得听啦？是少爷，想讲嘿听。你不能我搞的，走。李小姐，还是讲咱两人散步约会吼，是真好啦。啊，要唔过，你咧散家讲啊，是咧对什么意思？我是嫌我阿兄无聊，唔才招伊做伙出来，伊会妨害咱的。李小姐，是袂到你竟然是这么大心的查某囡仔。李小姐，你这么关心我，多谢你啊！你是因为救我才跑落去，你安尼做，我足感动的呢。李哦，你是安怎？阿太，我人无爽快。卖惊，卖惊，我即马就带你来等。阿伯，他即马什么情形啊？李勇啊！我也是新出来，我留在遮唔好啦。阿太，你伫遮陪我开讲啊？阿太，假使有一天你若发现我唔是你所想的美娇，你敢会对我遮尼好？你是讲你身躯顶的鱼鳞心？安尼哪有啥？你细汉的时阵，第一遍发病，我就看过啊。你就是你，我对你的态度未有改变啊。阿太，你敢会感觉我身躯顶的鱼鳞真恐怖？
就算讲你规身躯拢生满鱼鳞，我嘛是感觉你足水的。阿太，假使你若发现我真正身份是一只恐怖鱼仔精，甚至当当年差时仔害死恁阿爸，你敢会还阁对我这么好？啊，不过在这个世间，你是我唯一会当依靠的人，若无你，我真正不知道要安怎活落去。美瑶，你哪在哭？无啦，对啦，阿太，你拄则敢有看到恁家身躯顶烫伤的疤？啊，拄则吼，因为你刚要昏倒，我伤过紧张啦，所以吼，我才袂记甲你讲。有，我有看到恁家的身躯顶真正有疤，想袂到恁家真正是我的小弟。啊，你真好啊！若是要让杨夫人承认，一定要赶紧偷得到秘籍。因暗，我应该赶紧行动。有影是一人烦恼一项，无两人烦恼相共。杨冠良想要让阿太替伊摕到秘籍，阿太伊会安怎做呢？美玉，阿奶伫咧叫美玉的名啊。少爷最近咧介意美玉小姐，即届啊，少爷会破病哦。拢是因为美瑶小姐的关系啦。啊，既然哦，少爷的破病到安尼，是因为阮美瑶的关系，归去啦。我来叫阮美瑶来个照顾，看会较紧好起来无？吼。哎，叶先生，啊无我甲你同齐来啦。啊。叶冠良去美瑶的房间，刷见阿太也伫遐，去甲叫阿太多注意家己的身份。杨夫人知影阿太甲美玉毋是亲兄妹啊，对美玉印象就开始变歹啊。啊，美玉是讲明啊，叶冠良只要乖乖去照顾人家，叶冠良都趁这个时阵问阿太秘籍的代志。阿太，你毋是一直要证明林家的身份给杨夫人看，现在证明了安怎？哦，林家的胸坎坎是有一个疤，伊是我的小弟忘唔着。阿碧哦，今仔日为着要甲我斗三工，才着山，所以哦，我今仔毋才来。好，莫讲甲长落落，我拢了解。你也知影，你即马上重要的任务是阮秘籍呢。杨家吼，所有房间我拢找过啊，我都是找无迄本秘籍啊。哪有可能？啊，杨夫人的房间呢？我即马着剩杨夫人的房间也未找，啊，毋过我找无时机。这毋较简单，较等下食饭了后，我就会来泡茶。趁迄个机会，你入去伊个房间敲。好，我知影。请问杨夫人对阮家美瑶的感觉啥款？美瑶啊，人唔若生作水，阁真巧呢。我知影杨少爷真介意阮美瑶啊。我对恁后生印象嘛真好，夫人若是无气焰，是毋是会用将因两个杀做对？虽然美瑶的人真水嘛真巧，啊，毋过会当凊彩十波人入去房间，我可能较无法度接受啦。我想，阮娘家要爱的新妇人选，应该是贤惠佮乖巧。上好吼，是甲阮娘家会当门当户对。哼，夫人，你的意思是讲，阮查某囝配袂过恁后生？叶先生，你先莫生气啦。就算讲做袂成亲家，咱嘛当做朋友啊。你坐落来啦，先啉一下茶吼。哼，讲到茶，我才想要问你。这泡茶气味明明是阮黄铁道的三龙兄的洞门配方，是安那会出现伫恁娘家？叶先生，我毋是有甲你解释过啊，这是阮娘家的祖传秘方。你咧骗鬼未食水？要哪有可能两种无同款的秘方做出来茶气味是同款？你若讲我毋捌茶就准煞，以我对茶的了解。我甲断定讲，这泡茶
唔那是阮三郎兄伊的同品，而且是伊亲手所做的茶。我知你咧惊啥物？你是不是惊人家甲阿太两个人亲兄弟相认了后，怎啊离开你？我，你，用个面惊，因为我嘛会使，卖将人家的身世讲出来啊。但是，交换的条件就是你也将那本秘籍交出来，啥款？这，你放心。那本秘籍我看完了后，我会给烧掉，袂我流出去。假使你若肯等到我交换这个条件，我嘛会用卖将因两个是亲兄弟的秘密讲出来。我甲阿太偷偷啊带走，安尼你就无烦无恼啊，因为因两个兄弟永远无机会通相认。嗯，好啦，代志已经行到这个地步。我答应你，但是我也希望你讲得到，做得到。无问题。好，等我来。俗语讲：高木难做牛，高庄难做墙。因夫人那是将秘籍交给冠良，人家的身份，感谢比我先呢。辛苦照顾我几天，我想，伊若是对我无意思，应该袂安尼做接着。你来爬起来啊！啊，你是要加破病加较久的，倘好骗美儿小姐来照顾你。哎呦！哇！哇！嘿！阿华，阿大你这前头袂讲啥？我若加破病，你竟然敢加破病骗我，是怎个可爱呢？啊！美儿小姐，听我解释啦。小雅，我，阿华，小雅，我唔知阿碧儿小姐坐伫遮。我，你这个开始哦。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啊，是是是。老三郎是我的恩公，我今仔日拢是因为伊才当变好样。我安尼霸占伊的后生已经几十年啊，这无简单。恁家会当甲伊的亲人相认，我袂当阁隐瞒这个事实。我应该甲这个秘密讲出来。杨夫人。请问你要去倒位？我想做人袂用遮自私，我想要让林家甲阿太因兄弟来相认。拄则讲好尔，你随反悔，起来！我改变主意啊！我想要把这本秘籍留下因兄弟啊！你在讲什么笑话？你安尼是咧创啥？我无要害你，你竟然用抢的！用手的是安怎？为了这本秘籍，
我无受任何代价。我知呀，莫非三龙文公的死跟你有关系？你倒也真巧，安尼你应该知影这本秘籍无交出来，你会得到什么款的后果？你啊！尹夫人，尹夫人，尹夫人啊！阿母，尹夫人，你是安怎啦？尹夫人，尹夫人，真是个尹夫人！尹夫人，尹夫人，你冲啥？阿母，阿母，什么？我不是啊！是啊，哎，阿来，你来抬死杨夫人。阿叔，我无啦，我咧个时阵，杨夫人都倒地啊啦。哎，你搁敢辩解？我甲恁爹你卖的时阵，敢看你一个人在场呢？夭寿哦！我无啦，阿叔。老阿太，我叫你去偷台笔记，是为着要证明恁爹的身世，阿你抬死人。你竟然为了偷台笔记，将我阿母抬死！你个，你个，你个，我无啦，唔得啦，我无啦，我无啦，正事，有人无？你犯错！耶，阿华，你个，你杀你快，你个，你个，是，你个，你个，我无啦，你个，我无啦，阿泰，你要救我，你要，阿泰，你敢放出来？阿母，阿爸，你现在要跟阿泰俩走？伊都为着要提笔记，煞害死杨夫人啦！无可能，这边哪有可能？那无可能啊！杨夫人人倒在遐啊！阿母，真阿母，阿母，我会当出去啊！早来爱甲我放出来，我毋是甲恁讲过？我是善良古爷老百姓呢，啊，要倒要一家看家，屁话不要坐啦，要找紧找。开门。丁先生啊，迄位后生啊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即摆恁后生？大叫掠入去，迄个就是阮大汉后生阿泰啊啦。啊？田先生，你竟然哦，赶紧继续起笑啦！后下警察哦，搁甲你抓入去关啦！你是咧起笑呀？我真无简单，才要出去呢。你叫我莫出去，搁放关起来。你当作这是阮家的哦？臭老鼠，紧走啦！田先生，拜托一下啦，我真正有足重要代志要甲阮大汉后生讲啦。我唔走啦！唔走，甲你关伫遮。田先生啊，你先给我放出来。哦。阿泰，阿泰，你在叫我？我是你阿爸，三郎啊。你是我的阿爸，三郎。系啊，阿爸三郎啊。你是我的阿爸，奈无神啊？啊，天师啊，你先让伊看得到我啦，要若无哦，伊甲你当作是我。哦。
阿太，阿爸，真正是你哦？是我。阿你哪呢？我阿爸已经死啊，也毋过这件无重要，我是要来甲你讲一件足重要的代志。阿爸，是啥物代志？美玉伊毋是美玉，伊是予一个鱼精附在伊个身躯。美玉是鱼精？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哪会无可能啊？认真讲起来，美玉就是害死阿爸凶手的查某囝。啊，这是害死你的凶手？无毋对。不怪哦，不怪伊爱我去偷摕秘籍，还阁安尼甲我斗相共。原来这一切拢是一个计谋，伊先去害死邢夫人，算准我会去房间的时间，然后伊才阁叫林杰来看，让林杰误会讲我就是凶手。够可恶的，这叶冠良心肝哪会遐尼狼毒？为着要避忌，把我害死，即摆反倒转来，阁甲你陷害哦。代志到这来啊，已经袂久啊。你莫安尼想啦，我相信天公伯一定有目睭，会兴咱一个公道。啊？害你一个公道？我甲你讲啊，迄天公伯老目睭吼，你都袂去用害死啊。迄天公伯老目睭吼，你嘛袂去用陷害啊。迄天公伯老目睭吼，我都袂去食杀你这两衰马彪，竟用关着只。天先生啊，你来讲安尼啦，咱人吼拢是要有希望啊，有希望吼，拢唔只惊会断。长，你甲看嘛，这对头到尾才十几尺尔，啊，行来行去嘛，共我伫这间尔，要哪有长？你若有知着吼，你若带我出去啦，迄条路怎有长啊？林杰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也真爱。杨夫人伫个在世的时阵，捌甲我谈过你甲美娇的婚事，为着要达成杨夫人最后的心愿，我必须要让你甲美娇啊伫个百日以内完婚。林杰，你有啥物想法？嘿，阿婆在咧交代，你妈阿伯咧处理。李娇啊，你嘛莫为着阿泰，伊连你个阿爸急气啊！无可能啊，除非你想办法救阿泰，要若无，我一世人我白睬你啊！好，我甲你讲条件，你若肯嫁予林杰，阿爸就想办法将阿泰为家奴救出来。什么啊？你要我嫁予林杰？无可能，我死嘛唔肯答应。要嫁甲唔嫁，恐惊无通啊，互你做主。也要甜，也要甜，也要淡，我阁无瘾甜。陈冠良会安怎逼美娇嫁予人间呢？阿太知影美娇是虚假了后，要安怎面对呢？你哦，你敢会当留落来陪我讲话？甜奶伫遮。好，我陪你讲话。就这样到大汉，我阿母拢甲我惜命命，不管发生什么代志，伊拢会伫咧我的身躯边。但不过。现在就剩我一个人。你不是一个人，你还佫有一个亲阿兄，叫做阿泰。
我拜托你，你救伊好无？老阿太，那可能是我的阿兄。你唔相信？你看，其实我是遐只。第一十年前，因为大家妈祖对我施法，让我无法度返去大海。我无说你走在美玉的身躯内底，无法度出来，才会变作今麦的美玉。那你跟我先生有什么关系？我阁是遐只的时阵，我亲目睭看到姚冠良害死恁阿爸。恁阿爸为着要抱你跳海逃生，煞因为安尼。害你失去记忆，你一定要救阿太。要若无，你害死家己的亲阿兄，嘛互害死你爸母的人逍遥法外。哈哈哈！哈，你为着要救出阿太，变成这么大白贼，我是也无头壳。我讲的是事实，请你相信我。我真正相信你破病啊！了，不过你放心，不管开偌济钱哦，我咧将你怪病治好。好，林哥。好啊。伊夫人，我无法度说服林哥，请你会当保庇，我会当把你的心查清楚，将凶手抓起来，免得让阿太一个清白。伊只对阿太用情真深，伊想尽办法要让人家相信我阿太是那兄，却无采工，只有来找养护人比赛的线索，希望会当解救阿太。只是这个时阵，伊也唔知讲伊上烦恼身份问题，阿太已经知影。伊啊，你来阮阿母的领导，我伫恁阿母的身上有查到一挂线索。什么线索？你看，恁阿母阿妈棍顶面有去用地过伤痕，也搁有，伊的手指甲拢断去啊。迄就代表讲是伫反抗的时阵断去的。咱只要会当找出身躯顶有去用指甲撩着伤的人，迄个人一定是凶手。你讲得无对，这是一个真好的线索。林家，那安尼？你敢愿意跟我斗三工救阿太？卡叔公，我跟你斗三工把阿太救出来，咱的婚事是不是就无准守？卡叔，阿太若是死啊，我活着的嘛无什么意义，只要会当救阿太，爱我做啥物我拢愿意。甚至是假的。伊正个人格作为去警察厅询问，希望讲大人会当将去验在场的人拢救来，因会提出证据证明凶手是啥人。大人看到连养父人的后生人格也来求情，都怀疑讲案情并无单纯，所以都答应将所有人拢救来对证。叶美娇，哪个认出来啊？你有什么证据通摕出来？大人。这三位就是伫咧现场的人，这是证据，请你看卖。你讲的证据就是这张指甲。大人，这指甲是杨夫人的，伊平常时也真保养伊的手，而且伫咧这庄仔内，嘛敢咱杨夫人刺指甲尔。我相信杨夫人。一定把凶手撩着伤，只要查出什么人的身躯顶有伤痕，迄个人一定是凶手。你囡仔唔捌啥，杨夫人有可能洗衫的时阵弄两指甲，煮饭的时阵弄两指甲，嘛有可能是伫碗茶的时阵弄两指甲，是安怎凭一块指甲就用去断定凶手？无可能，洗衫煮饭阮兜下骹手人会做，啊若做茶，有当时阮阿母会去斗三角，也毋过敢若是看头甲看尾。伊根本就唔免动着手，而且伊非常注重家己保养。来，检查所有人，看啥物人的身躯有裂痕。
阿敏，我跟你来。无，无，所以凶手一定是伊。对啦，阮阿爸要哪有可能是凶手？阿爸对不？哈，阿爸，这是啥？外口甲内底空气哦，差遮多，自然感觉外好嘞。歹势，无要陪恁啊。李浩，林杰，多谢恁家斗三工，替我上阵啊。老太，你是我应该爱敬的。老太，既然伊证明你的清白啦，我希望你会当离美玉较远一点啊，因为真紧就要叫我要做外母。你要叫我林杰了？啊，那雄雄安尼决定？阿太，我替美玉讲啦，美玉答应我，那是将你救出来，伊就要叫我做我的家后。美玉，你为什么要因为我来牺牲你的幸福嘞？有一点你还无清楚，唔是牺牲。是家己心甘情愿，我拢无甲别哦。是啦，是我心甘情愿，你莫白想。阿太，我原本想讲吼，要将你赶入去阮娘家，也毋过我想想的吼，带念你吼对美玉参像小妹同款遐尔啊照顾，我同意，我同意，让你继续留踮在阮娘家，一直到我甲美玉成亲的迄一天。大年生，还我娘红也去关。阿太知影，徐家答应要叫人杰，虽然讲无奈，但是唔敢争取，甚至烦恼人杰的弟弟，希望老爸会当献声来帮助人杰。哎，你唔是一直希望甲你这两后生见面，伊即摆徛你面头前，你实在唔献身。你先叫伊个徐家走啦。阿爸。美玉吼，无你想的遐尼恐怖啦，顶多是伊甲我斗三工真济呢。搁再讲，我的元坤吼，嘛是伊替我洗清的啊。是啦，我即摆已经是犯人啊，你免惊。哎，你唔较早讲的，伊是普通人啊，我惊到要死啊。是我遐个让你惊死啦，人是人惊鬼，哪有你鬼惊人的？我哪会知迄个鱼仔早就改过自新啊，而且即摆已经是普通人啊。在我嫁予林家之前，我希望会当甲斗三工，会恢复记忆啊，会两兄弟啊会当相认，所以我希望恁甲我斗想办法，予林家恢复记忆。啊，我有办法啦，甲笔墨摕来。是阮阿爸的自画像。对啦，恁家细汉时阵吼，上喜欢阿爸画伊家己的相给伊看。恁家，你敢有想起来？今恁刚刚才画图，敢有像阮阿爸？对啦，你紧想，你也想起来吼，去甲恁阿爸欠我一个亲亲的啦。你想去想，你希望我想去啥？你是咧臭读书啊！这么赶紧要甲我收钱，我看你真正是欠怕。恁家啊，天生生嘛是好意，莫安尼啦。你若搁甲我讲遐有诶，袂甲讨钱哦。你甲气干嘛呀？
这么晚才我出来，有什么代志啊？是的啦，这么晚才找你出来，我无想要让林家知影，因为伊无希望看到咱两个单独相处。哦，我知影。我有想到一个办法，会当让林家恢复记忆，啊，不过这件代志，爱你去做才完成。那呢，你爱我哪做？ 老太，你这是在创啥？你干，太衰了！我为着要帮助你恢复记忆，只有安尼做。你现在是要去啥？你干，太衰！阿爷，你来办你手机，快点一岁。 我根本就无想要死，你敢知影你在做啥？你知影吗？还要报名？你知影吗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！ 讲得好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想袂到我聂冠良一世人欲钱，到落尾，却叫钱欲掉我的性命。今仔日，应该是我上尾喘气的日子了。聂冠良。 小丹，大人，我鞋底有一粒石头，拜托给我摕掉。啊，若无，我这条红砖路一定会行到足点。对不起啊，我行点。嘿啦，唉，想袂到，我无法度完成我最后的心愿。 我鞋底另外还有一支金库的钥匙，是毋是会使拜托你摕转去我唯一的查某囝？伊一定会一个足大大包的红包，甲你答谢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来斗三工。 你叫啊！你一定要原谅阿爸，一份秘籍关系到咱一生的荣华富贵。丁先生，你有危险，你竟然去等伊救伊啊！杨冠良，你不是伫大寮内底？你敢点伊？哼！你上好当作无看我。 我当作无一件代志，啊，若无，我先抓你开刀。丁先生，你唔免惊啦，只要我处理，你趁这时阵哦，去通知阿太甲林家。哦。
三郎爷，今仔是你报仇好日子。当初我敢甲你杀死，都唔惊你报仇。这道符是为地沟妈祖遐求来，保证我你魂飞魄散。三老爷，我知你来去阿阳关的话，敢魂飞魄散咯。迄个时阵哦，我老爷带你超度，让你较早投胎的啦。老爷，我死啦！你未死？我未死。因为我要留你替我去传话。慢点动。慢点动。物件呢？你这。真好，你把秘籍骗过来，我自然就放人。秘哥，你安怎？你真好胆，竟然用假来骗我！像你这种心肝戆大的人，无资格摕到阮阿爸的秘籍。你会有记得啊？无唔对。阿泰，阿泰，你唔惊我死？我哪会惊你无命？阿泰，老阿泰，阿泰，你快了！我刚刚你莫阁伤害人哦。你找个警察，我去报警察吧。阿好，来过来，你别走。过来，你叫你去。哎呀，阿爷啊！我真正不应该。其实我才是回好基地，也唔够。我为着要甲伊抢美药，甲美药留点伫我身躯边，我才听故意无甲你相认。怎啊知影我做唔对？我真正做唔对。原来真情，你认为一切还搁较宝贵？娘，这位公主哦，回来这尼啊多，可能我未过金门。大夫，我拜托你，你一定要想办法救伊。大夫，不管开偌济钱，你来将阿爷治好。我可能无法度，请你另请高明，歹势。我怎么忘掉？
我求你救阿太。罗喜姐，救老阿太一命，方法是对。也毋过，你必须牺牲家己，把身体献予原来利用。只要当救阿太，我啥物代志拢愿意做。看在你改过自新的份上，我将白袖赐予你。地沟妈祖所赐的地球，花太身体恢复健康，到今麦嘛已经半年外了。那鱼精身体是愈来愈歹。地沟妈祖捌讲过，讲叫鱼精都爱将身躯献予美玉。鱼精知影讲，即天就是会当照用美玉身体最后的一天啊！伊就叫阿太带去海边啊。阿太，我来到这海边啊，看到海的感觉真正真好。世界看海，那安尼，我毋免每天拢带你来遮看海啊。就是，我过过一段时间就爱离开，我就希望会当再倒转去大海，就算看一遍啦。你嘛有甲人讲话啦，你袂死。不管有什么方式，我拢会解救你。我希望你会当找一个家己教育的查某囡仔，来阁找到甲我同款甲你添麻烦、会互你烦恼的人。你莫讲这啦，你哪有甲我添什么麻烦？不再讲。在我的心中来，只有你一个人，我袂去甲你白走的啦。我若离开了，你若是想我，你就来海边啊，看这海，只认的光，因为海的光就是我。乡亲时代，大家好！今仔日吼是阮老家开幕的好日子，此后请各位乡亲时代，大家多多捧场哈！哦，唔那是安尼哦，为了要庆祝阮今仔日的开幕，我请大家免费饮茶。啊，讲啊明白了，就是免钱啊！啊，这大家哦，尽量你唔好客气，来，我们请哈！来来来，我们请，来来来，来请，来来请，请请请请请。来来来，再坐啦！老弟，老弟，哎，老弟，阿太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黑先生，我是真正美娇。黑先生啊，来大厅底下办事哦。系啊，去讲一件生意啦，啊，先出去恁阿爸帮我，甲老兵啉一香咧。黑先生啊，你对恁阿爸真正是有情有义，感谢你。妈，你讲。我这条命无去叶冠良阿收去哦，我感觉哦，你阿爸暗中咧保我，应该是我感激你啦。先生，阿今日好日子，今仔礼拜饮茶茶。啊，当然的咯。来，你请。你哦，是不是介意着我小弟变过来？
我哪有啦？哎呀，哎，啊，今次嘛，真正的味哦，已经清醒了。你两个人心情好啊。我喜欢的是永远爱吃沙西米迄个旅游啊，不是这个啦。对啦，啊，既然今麦这个旅游对你有意思，爱和我爸来。比哦，我今仔日要来讲一件好代志，就是我甲恁家的店，今仔日已经先开张啊。我嘛有早我先栽培的茶酒要来你啉，你一定真想要啉着。大稻埕地沟马祖守护地工地商出海做生意安全，即马伊又愿伫海上保护辛苦趁食讨海人。地沟马祖所促成的这段人鱼之恋，虽然无甲天地共火烧的结果，但是这条感情还是使人心酸。